天我们要来 prank 三金，因为他平时的脾气很好，我们一直都很惨，一直做梦他，可是他都不生气的，考验他的极限。特地上网买了一个假的 Note 5，要 prank 他，我们就是要窥他的电话。OK， 我们现在要讨论一下我们的计划什么？他现在在外面，我们讲话要小声一点。我们原本的计划是。经过我们的讨论后，我们是打算这样子。我原本不是用这个电话，我原本是用 iPhone 7 Plus， 但是我的电话的 screen 已经破掉了，然后现在拿去修着，所以我暂时用这家电话。但是这家电话的相机没有那么好啦，然后所以等一下我会借三星手机来拍照。他很喜欢人家跟他借东西，尤其是拍摄起来的东西，他很喜欢，就是人家会觉得他的东西很好用啊。所以我在跟他借手机，他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。然后我叫班长帮我拍照咯，然后班长帮我拍照，拍到一半的时候，连会突然间跑过来跟班长玩摔跤什么这样。因为他们两个人每次都会很突然间这样子玩的，所以上镜底下看到这样的情况也不觉得很奇怪啦。他们两个就会一直玩哦，一直玩到阳台那里，然后就故意不小心把电话丢下去，然后就要看上镜的反应是什么。然后嘞，至于我的相机，我也会直接放在客厅，上镜也不觉得很奇怪，因为我们是 YouTuber， 我们每次相机啊拍摄器材都直接放在客厅的，所以我等一下就直接放在客厅了。准备好了吗 ？Yes，Do it， 我们开始吧 ，Let's go。那刚才讲，我认识你们很久啊。不过我觉得他们是真的有丢东西下去啊，不是真的丢我电话，还是丢壳，还是之类的东西。但是不可能的，我现在有表情啊，他应该拿这东西拍我吧。你敢不要丢？我太紧张了呀，我会在那边拖。你拖太久，他会看到整个电话的嘞。我就觉得他刚才有点太淡定了，然后就吓到我一点，我就不知道要不要。我觉得应该丢真的下去哦，他才会有一点反应。我觉得丢真的下去哦，他也未必有反应啊。你们知道我什么时候都是在认真，但是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认真的嘞。我也不懂是认真的还是搞笑的。我觉得他是认真的，我觉得他们没有要拍你，我觉得这是真的。快！看他电话，已经变掉一点了，有点裂，可是还 OK 啦。我这边也没有很大的 damage 的感觉，这边有点裂，可是还好啊，看起来。这次是认真的啦，因为戴眼镜看着啊。因为他们躲进房间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打开你手机看。我打给你三金啊。这时候看他有没有中 prank。要有坏掉吗？不知道，我表面是没有啊。你开吗？你开，我觉得还丢下去，可能是你的电话壳吧。你帮我确认一下我的备选播什么 game。sorry 啊，我不知道啦，我不知情。把 GoPro 拿出来呀、啊，就是 prank 啊。It's a prank。总结就是上镜秒被我们 prank 到。因为认识他们太久了，有差不多两年了，都有几个动作太急了，好像方正那样抓住那个电话。开玩笑的时候放到表坑里外面那边给我看到很清楚。要吗？还要这样？你刚才丢下去就好了嘛，就讲你不要丢。
有什么表情呢？这个背面太亮了，坚持了，后面没有这样亮了。我看的时候就觉得，啊、哦，真的是两个颜色、啊。因为我们原本是讲说，如果动作很快，把相机过去，相机看不到。可是就是刚才啊，坐在一起了，你跟拿在手上，刚才有绿的。但是哎，我们这里哈有一个给偏去啊，反而是 YBB 他中偏去。他们没有与我一起玩，我也喜欢一起骗人的嘛。你有吗？因为刚才你跟上镜一起，我们不能够叫你进房间吗？这就太危险了。很伤心哦，真的是很怕有嘛。他刚才很怕很伤心。如果真的哪里真的电话丢下去的话呢？你要看他有没有坏哦。如果真的坏呢？坏，他最近接了很多广告，应该没有什么。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底线，我们把底线越弄越高，因为你好像没有底线了。器材的东西是我的底线来的。哦。好啦，这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拜拜。